喜海洋风代言人你好，罗哥你好，洛克先生你好，罗哥你好，杀手欧阳文哉你好，罗哥，小阿飞你好啊，你怎么这么多头衔啊？对啊，哇，你看表示你这个工作啊越来越丰富，对不对？啊，越来越多事情可以做。对，有一些。对啊，这样很忙，对不对？还可以，可是很开心。开心。最重要是可以到现场唱歌给大家听，对不对？嗯。现场你们开心吗？开心。好不好听啊？好听。喜欢吗？喜欢。给你带回家好不好？好。我说的是 QC 海洋光，对对对，给他们带回家，带回家。对对，今天我们这个待会结束之前啊，这派对结束之前，我们会抽出一位新的观众朋友，可以摸彩，抽中就送给他最新的 QC 一台。对对，非常的开心、啊，漂亮，太好了。对，这次担任这个海洋光的，你看这个造型，好看哎、欸，是吗？对啊，很好看，谢谢谢谢。而且再搭配上这个一个算是海洋光的帽子，哦，感觉起来真的很有海洋的气息。哎、欸，好，开玩笑的啦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我们站这里好了，好，跟他们比较接近一点，好不好？哦，这次我的这个相信这个萧敬腾这次代言这个海洋风，其实我觉得跟他本人个性一样，大家可能平常看到他电视上啊，可能这个比较寡言一点，其实他是一个非常乐观、自由、崇尚自由的人，对，对不对？完全没错。好，太好，那你这个要善尽代言人的责任，好、啊，我们这个讲一下，你觉得海洋，你要去哪里？哦，我以为你要我拍去拍照，因为他们有准备几个叫我让你回答的。好，没问题。对，你要我这个随便问还是照着随便问？随便问，真的吗？也可以照上面问。好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萧敬腾穿的很矮海洋风，平常也喜欢这种穿着打扮。上半身。上半身。对。那、啊、下半身是怎样？不穿吗？我说不穿白色的裤子嘛。对，会穿，会穿。对，鞋子可能比较少一点。哦，鞋子比较少一点。这一双啊，这一双。哦，这一双比较少。对，这个哎，这个还蛮时尚的。对啊，其实你看，所以现在的型男打扮就是像这样，嗯、自由自在，嗯、对不对？自由自在。对，自己穿起来舒适。舒适。请问你是鹦鹉吗？对，其实萧敬腾很可爱啊。对，今天来到现场，跟刚刚唱了两首歌。对，哎，第一首歌我天天听呢。对啊，是吗？你说我专辑我放在车上，对，我好喜欢那种，谢谢谢谢，我喜欢这种曲风，请下一张出一个全部这个曲风的专辑，好，真的好不好听？刚刚第一首唱什么？歌名叫什么？什么？一二三。哦，吓一跳，有没有？歌名很可爱，对，突然，哎，什么瓜？哎，对，突然，哎，对，因为他刚听完那一首慢歌，对，太浪漫了，对，哦。所以这个歌这个曲风哎、欸、其实不一定要唱摇滚 rock， 各种曲风都蛮适合你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接着下来再问你一个好不好？好好，这个这一次啊，我们这个新 QC 算是这个有改版的，今年度有这个海洋风、嗯、你觉得它哪里的特色最吸引你？哦，就是它帅气的外表，帅气的外表，自由自在，随性，是的，这个对，你觉得他的坐垫这种改法 OK 吗？漂亮，很漂亮，很时尚、哦，很时尚。对，就像你骑起来一样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时尚的人骑时尚的摩托车，对，对不对？整个搭配起来很时尚，没错。所以像我这种不是很时尚，我买一台 QC 就时尚了，就时尚，没错，骑起来就时尚了，没错。那你觉得我适合波西米亚风吗？适合，也适合，对不对？都适合，骑起来也是很时尚，没错。因为你看很。红色的很热情，嗯，对不对？很大方，很大方。海洋崇尚自由，对。对，听说你平常都是骑这个新 QC 这个赶通告吗？我有吗？讲实话吗？我都可以，对。今天这个、我是骑旧的 QC。哦，你骑的是不是？哎 ，OK， 你看还是这个骑 QC， 对，就在附近巷子买东西嘛。对，对不 对？那这样大家不会认出你吗？你这么时尚的人。不会吧？是哦。对啊，哦，所以刚刚那个哎，董事长哎有听啊，会长吴会长有听到吗？他说他还在骑旧的，他还没有领到新的，对不对？是这个意思要传达吗？我没有啦，没有啦。但是如果可以一台就够了，一台哦，那可以，他可以放。但两台也可以放着啊？对对对对对，听说你家车库可以放六台，对，把车子移走可以放六台 QC， 嗯，什么风都有，哎，就是像收集一样，嗯，像有的人喜欢收集重机，有没有？我觉得我们雅马哈的这个 QC 也可以纳入这个车迷收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因为每年都会改款。没错。重点是，
他的代言人不会改变，对不对？喜欢蔡依林，我就买波西米亚风；喜欢萧敬腾的，也买海洋风；喜欢你们两个，就买两台，对不对？对，很棒哈，很棒，我完全照上面对，对，没有突发跟突发状况，对不对？我怕你会紧张，我也可以啊，我也可以突发状况，真的吗？对，那你明天有没有要烤肉？明天是中秋嘛？不是，后天是中秋节。明天跟有约了，有约了。对，但不是要去纽约，不是烤肉。你要去纽约啊？没有，有约了。有约了是不是？不是烤肉，是吃肉粽，是吃饭聚聚团圆。团圆，就是一家团圆，大家对，前一天。所以你中秋节有活动，有工作？中秋节的话。目前还在安排中。是哦，如果有公开表演的活动，你可以讲出来，现场的朋友可以到现场给他支持，好不好？好。大家会不会到？会。好，他在北京开演唱会，对。是不是？不是的。干嘛这么开心？对了，开玩笑，对，他相信的很可爱，他喜欢大家跟他多多聊天，对啊。这样吗？对 ，OK 吗？对，哦，那今天刚刚唱了两首歌。要下去休息的吗？还想听吗？你要问一下，我要假装下去休息，然后不用你问他们想不想听的。不用，他们不会放你走的。对他们很想听，对不对？而且今天这个还有想听什么歌？刚刚一次念了六首歌。对，好，没关系。现场大家现在都有拿这个相机，对不对？待会萧敬腾在唱其中的一首歌的时候。我们今天现场啊，特别耗费巨资，我们做一个非常棒的特效，就是水柱的特效，好不好？所以这个待会这个听说有要唱王菲这首吗？今天吗？有没有？有，是不是？啊，待会演唱王菲这首歌的时候，大家注意，先把你的相机收起来，因为有水柱的特效，所以怕你会触电。哦，是王菲这一首。对，好，好不好？还是要后面三首都会喷呢？会往哪边喷？是不是？是这个。往前面啊，不会喷到你。好。如果你冲到前面，不会喷到。对。所以我到前面。但是不是消防队的那一种那么大的水柱，就是特效的水柱。对，就轻轻的，好像个花洒这样子。好。如果你有带这个沐浴乳啊、洗发精，现在可以先抹，待会就可以冲了哈。有红酒啊。萧敬腾好可爱。好，那接着下来就这个。时间就留给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先唱哪一首歌？阿飞的小蝴蝶。什么？阿飞的小蝴蝶。好，欢迎萧敬腾带来这首《阿飞的》。